我要收购斗鱼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懒得去引诱。我不仅不创建新的，我还要把他的人都给他招过来，然后给我干活。给我的直播间加上1亿个热度，每天能有3600万个人过来给我送礼物，谢谢承诺。全军出击！腾讯都收购完了吧？那就把腾讯收购了。一会儿打个电话。这怎么是吸血鬼上路啊？还有3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谢谢主播腋下有猴抽。我还补3个兵。3秒、2秒、1秒。等一下小兵位置啊，这边一阶收小兵，没收到没关系。闪现平 A 死了。这波征服者满城他是没有想到的啊。堵住他 A 接 Q 一 A 点吧，一 A Q 打一套，别怕啊，没关系，只要不让他的红怒 QQ 到我们就可以了。他二级，据我的推断应该是学的血池啊。我们溜了，我这停停不打了，先来个耀光，我等个30块钱。哎呀，巨鲸才是重中之重。等个30，正好兵线往我们这边推，嗯。他升了吗？啊，他升了。他升了的话，我插个眼儿。谢谢可爱喵的金叔叔，感谢菠萝，谢谢泰迪木，还有6秒钟开奖啊。恭喜泰迪木文，可爱喵的亲叔叔最近不咋中奖啊！我一看呢，我给你施个法吧。我们下一个抽奖，你有96.513%的概率中。当然，你也有可能有0.4%。你也有可能会有3.487%的概率不中，我只能帮你帮到这里了。啊，没有5000你中的呀？哦，那没事了。我抽过5000块钱的奖吗？
你咋的呀你呀，偷袭，等个五秒钟，一 A 扣 W 平呗。炮车你不补啊？炮车你都不吃啊？兄弟，这螳螂来五滴血，哎，我 W 要是好的再快一点，这波就双杀。W 好的太慢了。叫人是吧？是不是叫人？其实我知道他旁边有人，我就没想到他俩能给我秒了，我就差一秒 W 就好了。饼干没吃，我吃了一个。控线不推，跟着吸血鬼打啊，一个线也不推。我们家这把正好是有点劣势，好好跟他来一把。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哎，真的，我就发现这螳螂打野啊，每一把都能且来，没有且不来的时候，就这英雄100%能且得来，能不能赢咱另说啊，就是肯定能且得来。这红怒 Q 都不敢吸。我已经很快了啊，但是还是没打死，还是差一点。不过你这就有点装逼了啊，你那大招又不是及时回血的，你在这回什么城？这三项改的伤害真是低。哎呦我操，螳螂，我走呗。哎，是 double 了，螳螂。谢谢，巨可爱。三项下版本还削不削？三项下个版本加强，削了10点攻击力，那10点攻击力其实没啥用。我觉得他给点冷却属于加强。来，让螳螂过来。来，我们不上去干，我感觉他不能来，你知道吗？抠点人，
中塔没了，没的是不是有点过于快了呀？希望这个螳螂这一波可以来一下。希望他能不自量力一波。亮牌勾引他。来是800块，跟他打吧。我们征服者吸血，傻了吧？也有吸血。这波800块拿的非常的 beautiful， 我薛威是有点起飞了，走回家。先出三项。出完三项，我看这把出个啥啊？可血战斧。这样吧，我先整个减治疗。哎呀，我2000来块钱就花到这点上了，但没办法。那又剑魔又吸血鬼的，还有个螳螂，我不出个减治疗不行。要脱落了，要脱落了，这不推线拿不到塔皮了呀。对线估计也够呛，拿不到。EAK 点点 W 抽点羊了，我闪一手，不闪不行了，不闪起来给我吸一口，我估计我够呛了。哇，可是你一下螳螂这波应该在中吧，我们拆一波塔试试啊。充分触发耀光的这个 buff。再见，你要干啥呀？那螳螂搁旁边呢，我们快跑啊，直接转起来 W 再转，直接走。他可能要越我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我们在这里回家。直接来个这个吧，这玩意儿伤害行不行啊？这
没怎么除过，除一个吧，加15点减息地。如果要是三项再加10%，那就是35点技能级数，35点技能级数，那就差不多了。其实，主要是技能级数太慢了。这火蓝真不怕死啊！火蓝，你这这么点血你都敢过来，你不怕他给你掏死啊？打小龙吧。出那个暴击的，出这个呀？这玩意儿没用。还是这个好。那个移速挺有用的，电魔打人挺疼啊。EAW A 接双 Q 接点连接亮牌A Q 再转，打个蓝 buff， 往下拉一拉吧，拉到这个石头旁边，这样对面没有视野。这位得有眼儿，我扣一下蛤蟆，哎，我往下走，让你没视野。机器人来了，勾。这机器人可以杀呀！我一看到，先杀剑魔。麻不溜走，不能再上了啊！他有咳血战斧，这波上了就上当了。这里有个眼儿，你能不能给我排一下子？我其实不太清楚这个死刑宣告这个东西。合成的这个玩意儿呢，它到底有什么用啊？这个，这件装备到底有没有用？嗯，肯定有用了，有什么用呢？我感觉我的钱白花了。我们先杀机器人，漂亮！哦哦哦，攀升虚区不低呀、啊，攀升。A Q E 转起来 ，W 闪现 ，Q R。这就叫智商。他跑了，拆吧。啥子让人勾了没关系，我们先杀剑魔也可以啊，死了应该，他被点烟点死了。机器人王大把，机器人要推没了呀，差点给你们家给推没了。潘森插着眼儿真好看，潘森。
潘森插个眼儿，插完了，出个蟹手吧，来个蟹手。哦，有点准。